小姐就是业界公认的千金 C 一。穿的短发利落套装，一脸傲娇还一气指使的模样，都让人看了有点讨厌。黄珍妮这回在华剧《真情之家》饰演白目的千金 CEO， 任性又爱闹的表现让真雅金妍凯难以招架。我的追男策略就是一直约卖咖啡的，不要给你不要脸，二冷处理，你不要告诉我被放鸽子哦，太聪明啦。黄珍妮全是一连串跋扈又嚣张的追求策略，让 JR 是又爱又怕。不仅自称北投泰勒斯，对今年表情更是翻白眼，甚至让黄珍妮被粉丝冠上白眼姐的称号。人家小姐怎么总是有办法把自己搞得这么欠揍？黄珍妮一开始的诠释让观众有点反感，但现在反而让人觉得有趣，因为黄珍妮过去的角色大多都是可爱温柔型，这次霸气大反差让人看到不同以往的演出和突破。我其实最近也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开始去用 Kelly 的眼睛看周遭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人缘变很差。我在念那个词，我想让自己比较有气势的时候，然后就会笑旁边的人说你在干嘛。黄珍妮坦言这次的角色让她演得很过瘾，可以理直气壮的胡闹下去，但她自嘲私底下的个性好像跟千金 CEO 差不多，但唯一的差距就是没那么多钱，也让粉丝听了跟着笑翻。